锁 BOSS 身上了，我说怎么小怪不用血？说错了，来锁那儿就行。我可能 K 对他，没关系。应该是钢丝，应该是这种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们俩。这要出个五星无血压就有点高了，嗯，有点高。啊，这对，KK 是吧？嗯，不太好打。先这样，没关系。哎，卖他，来卖掉，一个一个卖，不着急。这个减速，有一个他走的没那么快。这个也不好。攻速都打出幻影了，我操！换。二位，到后排了我。对，结束，这对没问题就结束了。最多就是小爱这队打不过，可能有点问题，有点问题就有点问题吧。太忙了，这是钢丝的话也打得快。看那个，嗯，少我，我真。
15分钟，那只要不出坦克，爱丽丝那就只能打了。出坦克就没得打了。掉人了。哎，画那么大呀，又掉人了，行吧。那几个已经不关心了，那就剩下就那个就不知道了。哦，这一队呀，这一队南角。好啊，是的，操坦克，好，运气真差。哎，他。脸黑就会随坦克出来，那没办法，这不好拆呀、啊，不拆了估计就。这就还有必要拆吗？这个能不能点掉啊？啊，坦克掉了，倒是可以，重来。脸真他妈黑，就他妈出坦克，操！回去，我看一下啊，狗公没事，买大破嘛，先不卖。哎呦，坦克还没掉呢，坦克还没掉，我要掉了。哎，哎，就不能出点人出的东西吗？我真的是，看一下，啊，好，这边好。讲点武德，兄弟，怎么一个劲儿的往后走呢？不行就不要了，这两把分没必要。真不讲武德呀，这帮人武素质极差，出坦克，出坦克有点忒过分了啊！不讲武德了，你怎么能偷袭我这个？
同志呢是吧？哎，忘了中间那个炮还没拆掉。好，撤退，就刚拆掉，没卵用，再来。这个不掉，不行，重来。首先，他坦克得掉；其次，两个强无敌得掉。那坦克不掉，没得打；强无敌不掉，没得打。那狗公，坦克掉了吗？掉了。嗯，还行，运气还可以。但是大哥，那你搞一下这个强无敌是不是？你瞅这个强无敌，它不好看吗？主要是小艾打狗太吃亏了，这个组合就没有不吃亏的。他带的是带嘲讽，可能会多扛一秒，但是我不贪吗？我不是个贪逼吗？准备撤，啊，再 L 一会儿1分钟，不行就撤了。坦克是没办法的，确实是有一点难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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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拆逼，重拆，但他们难。是很欢乐呀，这么菜，打什么烧钱呢？就是，呀，就剩那边就剩狗了，重来吧。先 SL 一会儿，不着急，看看心情。前排也没，对，太散了，根本看不清楚是啥。狗应该慢点，OK。接住，炮没了，坦克也没了。好，现在思考一个下一个问题：卡狗和卡这个。无敌，第一个无敌交了，他俩换。不是，没卡住，没卡住，卡住他，卡住他。然后第二这个无敌也交了。哎呀，坦克死了，还是差一点。哎，要卡不过就不卡了，还有1分钟。首先，穿。无敌交了第一个，往后撤，往前拉，还没打完。快了快了，别他妈催，就他妈差最后一回合了，运气不好出了个恶心的东西，不行，L 一会儿1分钟不打了，累了。我开录制呢，稍微等会儿，快了，一会儿就打完了啊，别吹。我这个我片二可以卖给你，片二可以卖给，那你卖呀？我卖了，不行，这段太菜了，我在考虑这个东西要不要啊了 A 了，算了吧。干啥？了我干啥？打铁呀。
玩一年，不玩。慢了，第一个无敌没了。行吧，第二个无敌也没了是吧？准备一下。不行。拖没了。差太多，没戏。就是那堆就好了，无所谓了。这2万不在乎的，最后一分钟啊，不成人就算了。咦，我绿毛这么快打破就交了，哎呀，拆逼了。不熬了，这个坦克太难了。无所谓，少2万分而已。算了。他不出坦克，出什么都行。那出坦克，我是真没办法。9-5-3排第4，可以了，没必要了。